北极熊的皮肤是什么颜色？北极熊的皮肤为黑色，有吸收热量、保暖的好处，可以从耳朵、鼻头、嘴唇和爪垫看出黑色的皮肤。但由于北极熊生活在寒冷的北极，全身覆盖有厚重的毛发，因此无法轻易看到皮肤的颜色，并且北极熊是陆地最大的食肉动物，生性凶猛，嗅觉十分灵敏，主要以海象、海豹、鱼类为食。